的是点心吗？先吃点小零食，吃点零食再去逛，再去买东西。很吵，应该声音有点杂。对对啊，69.9啊。哦，这个69.9。对嘛？这个是我们出发前买的，是这个锅，他买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后来被我洗的锅底全部都没有了，现在扔掉了，我们打算重新再买一个。那时候不会煮饭，那时候也买了个便宜的，现在重新买个好一点的。就在对面，所以是很近的。我们去买一个户外的桌椅，因为我们现在那套桌椅了已经坏掉，我们把它扔掉了，所以我们准备重新去买一套方便携带的那种。这个米挺好吃的，我们每次来都会买两袋。菜板、围裙，都是些小小的生活用品。两个碗。你还买了瓶果酱吗？嗯，对。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到迪卡侬，就在隔壁，隔了一条街。我们特意选了这边这个商场，很近的，开车2分钟。不是2分钟，1分钟。就是你干油门踩起来，还没加速就到了。很近很近。因为这两家靠在一起比较方便哈。对啊，要什么都有，不用跑来跑去。跑累了，已经逛了3个小时，这个还要逛1-2个小时才能逛下来。想说近点的车位吧。哇，这么多累。这个这么多人，到里面一点。这个人少的。啊，今天宜家人太多了。桌子买这种桌子吗？不，买那种配套桌子。这桌子跟我们之前那个有啥区别呢？就你下面这个500块啊，450啊。我的妈，那个啊，这个不用。你起来我看一下，你起来我看一下。哦，那个这个300块钱。这个我300啊，这个。这个是450。这没看出来300块的特殊之处在哪呀？太小了吧！这个是449嘞，是吧？就后面那个449，旁边有个小的是300块钱，小的就是这样子的。把两个放在一起比一下看看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差不多啊，这样看。你这个是吧？没啥太大的差别，我觉得，就是一个长一点，一个短一点呗。承重不一样是吧？我来坐一下，我来坐一下。这个椅子的包裹性很强，它因为它更长一些。它这个是赛车型的座椅。但是它都是吊在这里的，因为现在没有什么。这月亮椅。晃的。月亮椅。
买小的就好了。坐一下小的。那边监狱太苦，我们都砍掉摩托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子，然后缩这里，脖子要搭在后面的，然后穿过这里的。这还便宜嘞，才多少钱？才100多吧？不止吧？应该能放下吧？啊，应该能放下。放是能放得下的。我稍微坐的。要不你坐一下呢？然后大小还可以。你买这个桌子就这个桌子用不了，矮桌子用不了。嗯。就买一个大一点的。走了。好好。然后就这个椅子买2把，桌子的话没有看到合适的，刚刚看到那个小是很小，但是跟这个椅子不太搭，因为这个椅子太高了，买2把椅子回去，长度应该是可以的，就是这个款式的，刚坐了一下也挺舒服的，是249.9块，250一把，2把椅子500块钱，然后桌子还没买，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桌子，就这两个了，啥也没买，又花了1000块钱。